洲际，我现在在布达布拉格这个叫跳舞的房子面前。这个房子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是由两个不同的建筑结合在一起的，象征的是一个一对舞蹈艺人，他们是啊一男一女，然后我模拟他们跳舞的样子。这个我今天想谈一谈关于这个我对布拉格的看法。在欧洲啊，我也去过很多城市了，包括意大利的大部分城市，像罗马、那不勒斯、那不勒斯、巴黎，包括这个马泰拉、佛罗伦萨、威尼斯、渔村啊、米兰，还有这个罗马旁边的那个叫比萨，大概这么多城市。像法国呢，我也去过了巴黎、德国的柏林、匈牙利的布达佩斯、奥地利的这个维也纳、萨尔茨堡、因斯布鲁克，还有这个它这个林茨。所有这些地方呢，在我看来，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，在这个所谓的非国际化的城市当中，因为你像巴黎啊和这个罗马属于是国际城市，刨出他们啊，这个最棒的我认为是萨尔茨堡，排名第二就是布拉格，非常的好。我现在这个位置啊，可能是不太行啊，不太灵光，声音我不知道是不是合宜，但是我想给大家看一下，旋转一下我这个摄像头。像这面的话是一条河，我这一带呀不是一个商业区，所以可能不是很繁华，但是在这个面啊，就是说过了这条河的那一面，山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的建筑，还有购物区啊，这面绝对是一个购物天堂，我相信很多女生会爱上这里的啊，因为这个它这个购物的地方啊，不像我们中国是一条街或者怎样，它整个的老城区都是一个购物中心，整个那个城区都是，所以你不论怎么小巷啊，走到哪个巷子里，它都能购物。然后布拉格的这个建筑啊，它不是一个啊普普通通的所谓的像井字形的建筑，就是那个街都是直的，不是的。它这面的街呢，大部分都是这个怎么说，就是弯弯曲曲的啊。我可以给大家看一张地图，希望你们能看得清。这个是地图啊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。你看到这个城区了吗？这面就是它的老城区。你看到这个，这都是购物中心啊，这一片都是。你看到这个道都是这种。所以呢，想购物的话呢，就非常的棒了，因为你不会有一种所谓的这个 boring 啊枯燥感。好，现在我去旅我的游了，我要前里面走一走，然后看一看那边有一个叫高堡。你们在国内的同学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的同学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推荐你过来啊，非常的棒。